嘿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咬一口甜甜的鱼儿，小铃铛打招呼。嘿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铃铛。欢迎收看我们的迷你世界，等等，天门啊，天窗，天锁链，不是，这次我又犯什么事情啊？怎么又进来了？神经病啊！你是一名犯人，即将要被处决的犯人，你绝望了。长这么大20多年了，我从来没有牵过女孩子的手，跟女孩子说过话呀。等等，你说没跟女孩子说话，我不是女孩子吗？你不是跟我讲过话吗？你在我眼中是男孩子呀。滚！没毛病啊。马上把你处决掉。你一定要帮我帮，一定要帮我逃，越狱逃出去啊！我出去之后，第一件事情我在街上看到一个妹子，我就过去抱着她，牵她的手，我亲她一下。不，我就坐在旁边看戏。你，再见。好了，咱们看一下，这边钥匙是在哪里？哎，这有个坑。有。咦？3个木棍。这上面有个箱子吗？这边有个洞。有个洞。哎，这上面有个箱子，岩石块。下个房间，等一下，突！警卫，狱警！我帮你拦住他。这狱警好色哦，他刚刚抬头看你的。没有吧？我没看见啊。你刚刚跳在他头上的时候，他明明抬头看了一眼。打死你！走开！听说最近出了很多事，咱们这里的钥匙被偷了。是啊，好像亚历山的房间给偷走了。我还听说一个叫做贝尔的，不知道天天在房里面干什么，听说是挖地道。找钥匙去103房。哎，这边有个那个普通按钮。你拿了吗？给你。这个应该是看那个什么103房间的，进去看一下。不是，咱们两个就当着警卫的面。就这么逃跑真的好吗？就这么逃进来真的好吗？哎，这个箱子里面有一个东西，你没发现吗？哎，好像里面有个东西，对吧？但是怎样点着啊？你挪开一下，我试一下。你能点到吗？好像是。我相信我自己手会比较长。四个角落还有东西，头顶有吗？这边头顶没有。哎，这里还有一个，哇！箱子里面有相应面包哎，啊！你给我留一下，我真的哎，我点着了，我点着了。什么东西啊？钥匙吗？这个漂亮，这个钥匙。面包呢？这个钥匙应该是放在这里的吧？这就是高级监狱吗？9号房间，9号房间里面到底有什么？没有9号房间啊！神经病啊！这个房间是不是踩了进去就出不来了呀？不知道，你进去。你要不然我进去，你踩着，还是你进去我踩着？你进去试一下。我进去了啊。这边有地毯，我感觉这个房间会有点奇怪。能出来吗？不知道，我在找有没有那个。你抬头看一下有没有开关啊？上面没有，里面有。找地毯，应该是有地道什么的。炉子里面看一下有没有东西啊？哎，这有个拉杆哎，3个灯已经亮了。有3个妹子替我留灯哎。哎，这边有个洞。然后捡到一个小木棍。还有什么东西吗？没有，然后我上来了，嘿，嘣，给你小木棍。箱子里面你整理了一下没？整理了。木棍呢？你没捡着吗？去另外一个房间看一下。你这边有拉杆吗？肯定是有拉杆的呀。那你要不要拉一下？我害怕没有拉杆。读书学习，我看一下这里有没有箱子，好像是没有箱子的。分开收啊！这里总共4个房间。哎，这边好黑。这下面会有东西吗？好像没看到有东西。哎，这里好像有，我看到箱子了，又一个木棍。这边有个箱子。
箱子里面是什么？里面有张床。是。什么玩意儿？你有没有发现有地方不太对劲儿？哪地方？哪里不对劲？我拉了一个拉杆。应该就是你附近不对劲。他说有许多小伙伴说卡椅子卡不过去，可以过去，推荐跳起来卡。哎，我这边过来了，但是拉了拉杆，并没有什么不对劲儿。这里没有东西啦，我已经找完了。哦，那这边应该就你那边东西找齐了吗？我这两根木棍，还有一根木棍给你，后面还有一个石头呢。石头我不知道，我没看到。应该在炉子里面。这边有吗？你是不是又没有看到底下有个箱子？哪底下有个箱子？这个底下呀。我开了呀。哦，我还以为你又眼瞎了呢。哎，那个石头哪去了？没看到那个石头。哎，石头呢？拿到钥匙了，咱们走吧。我长长的走了，前面会有什么东西等待着咱们？这里有个开关。前面就是11号房间了。哇，前面应该是有那个有机关的。我看一下，马斯迪莱，记得有个警卫叫贝尔，不愧是专门关押死刑犯的房间，连房间号都直接用名字代替了。这边有个警卫的笔记，咱们看一下。贝尔，男，32岁，在刑场上被枪决了。他房间的密码没人知道，钥匙也被保存起来了。在每个房间中似乎都有线索，所以每个房间咱们都找一下吧。我去马斯的房间。这个沙发旁边地毯上按下开关后，床旁边的地毯将会开启。沙发下有个开关吗？没有啊，好像下面是有东西，但是这能点着吗？我去看一下在哪里。你能点着？我看一下哦，不着急。我的天哪，这什么玩意儿啊？反正我是点不着。我也点不着的感觉。你能点着吗？我点不着。你不是说你手残吗？我没有开关。天上的牛在飞。这没有开关，我再看一下。沙发旁边的地毯下，按下开关后，沙发旁边的地毯下。哦、它是地毯里面吧？按下开关后，床旁边的这个通道就会打开。